九几年时间没有手机，现在已经大众化，更能体现我们那个年代的气息，老年的气息。我们家报亭总共40年了，我10岁就开始玩了。毕竟它是我们以前都是经验过的，我们就坚持传播文化吧。这是自己爱好，喜欢的。外地人，包括那些摆地摊的人，有的人他自己都不懂。反正是我们身体好了，能干了，继续干。小车不倒，一直推。